tamaño de mi cuerpo.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护持生命电视台邮政话拨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，话拨账号19965232 19965232，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197388012001197388，传播佛法，救护生命。
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划拨账号50396819，50396819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205666，012001205666。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，烟供香粉，药供包香，弱势关怀，不食动物。牛乳原本是牛妈妈用来养育小牛而生产的，跟所有的母亲一样，希望透过自己的养育，小牛可以健康快乐地长大。然而人们为了取得原属于小牛的牛乳，在小牛出生后即将它带离母亲身边，小牛喝不到半口母亲想要给它的营养，也体会不到母亲想要给它满满的爱。出生的小公牛因为没有产乳价值，会直接被送到屠宰场制成餐桌上的牛小排。如此，牛妈妈不止无法喂养自己的小孩，更在辛苦的生产后深深体会丧子之痛。即便牛妈妈在经历这一切后已身心憔悴，人们并不会因此停止对他们的剥削。失去孩子的下一刻，母牛即被迫供应牛乳给人类饮用，并准备下一次的怀孕泌乳，直至精疲力竭。而这一幕幕的悲痛正不断地在超市瓶装牛乳的背后发生着。这只名叫萨尔瓦多的小公牛一出生就被迫跟母亲分离，原本要被卖到屠宰场的他，幸运地被一个动物平等保护区的志工救了出来。受到惊吓的他原本畏缩爬升，长大后他变得十分亲人，喜欢对救他一命的志工撒娇抱抱，也跟保护区内其他动物成为好友。这个位在智利的动物平等保护区专门拯救被人类不当奴役、剥削、虐待的动物。他们表示，人类食用的肉类、牛奶、鸡蛋往往是从充满血腥的工厂对动物们不当的剥削而来。该保护区提到，很多工业化乳牛养殖场里的动物们命运悲惨至极，是人们无法想象的。母牛被固定在流水线上，透过人工受精不停生产小牛，甚至注射催奶剂，接着不断泌乳，不停被机器挤奶，因此乳牛的乳头受伤或发炎是常有的事。这样的奶水对人类来说其实也不健康，而小牛被生下来后根本见不到母亲就被拆散，若生下小母牛则命运跟妈妈一样。被救出来的小牛十分友善亲人，喜爱撒娇拥抱，跟园区里的动物融洽着生活着。志工希望透过萨尔瓦多的故事，让人们意识到这美丽生命真实的处境。每一瓶牛乳的背后，都是一位位母亲被无止境的囚禁、强迫生产，并承受一次次的母子分离、丧子之痛所包装出来的商品。希望大家用行动来守护这些天真善良的孩子以及他们的母亲，莫让他们成为商业剥削下的受害者。善的力量